嗯，校长，好了，海报是吧？嗯，这不太对啊！啊？我看看。你别管这事。你给我看一眼。别管嘛！哎，注意一下校园影响啊。嗯。没看见。 你这字体得放大，让人一目了然。你这措辞能不能柔和一点，让人感受到我们的诚意？这块多增加点画面，增加画面冲击力。最主要是你这标题真的要换，礼堂保卫战，换成乡里艺术节好不好？这校董会本来就是为了学生们着想的，你这保卫战三个字，不是先让他们对立起来了吗？ 就你们这样，我真怕这礼堂拆得更快。说白了，太丑了。那怎么办？你重新找人设计呗。时间这么短，找谁？